为什么我们这边玉米地里用农家肥而不用化肥？我来施肥来了，看看我今天这个造型。今天呢，把园子里这个农家肥都给它施上。我们这边送粪呢，基本上都是用的这种全地形的小三轮，一车一车的，一堆一堆，到时候把它摊开，撒匀就好了。粪呢都扬完了，前园呢加后园呢，我们这样能一共有三亩地吧。我们这个园呢大吗？为什么我们这边玉米地里用农家肥而不用化肥？因为我们这边啊属于田糯玉米的名镇，镇下边的各个村落家家都得种点田糯玉米，等到玉米成熟的时候啊，再由镇上统一收购。如果说你用化肥的情况下，它就影响玉米的口感了。干完活呢，回去看看今天吃啥。发一大桌子面，看这面发的多好，一会儿包包子，再包点馒头唐三甲。这大饺子太大了，哎呦我去！下面是大包子，猪肉、大葱、黄瓜钱，这大包子，真香，黑虾进村了，这是啊。哎呀，以后上山呢可得注意点。由于还没解封，货车只剩一点油了，只够到达镇里，不敢开了。把电动车打开，骑着它走吧。今天外边的风实在是太大了，把我媳妇给我心里的发型啊都吹乱了。我准备下去看一眼，怕把我这个房盖啊给我吹开了。现在这个车都已经趴窝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开这小电动车去了。走着。拐出小道上大道，以前车水马龙的大马路，现在一个车都没有。哎，走。到房子这儿了，别的地方都没啥事儿啊，就是那边那个甲吹进来了。这个草由于是新草，它还不是那么太牢靠，夏天下两场雨之后，给它浇趴趴了，它就好一些了。一会儿上去把这儿给它弄平了。哎呀，这是风吹的吗？窗框都给我吹掉了，这么大风。得回过来看看，房盖差点没给我掀了，现在上面已经弄好了，但是这个窗户啊只能这么地了，因为我们来没带工具，不知道窗户会刮开了，只能先这样了，也是放着。反正屋里也没有什么东西，就算有东西也没事，在我农村呢就这点好，夜不闭户。村级风大呀，就是这样了，现在这风啊还有点小了，
等下两场雨滋润滋润呢就好了。回家。附近发现熊出没，入山注意安全。黑瞎进村了，这是啊！哎，以后上山呢可得注意点。我们林区啊，但凡有野生动物从山上下来，被人们发现之后，他所走这个路径啊，都会设置一个警示牌。那这个就是黑瞎子，以前还有野猪啊、狍子之类的，应该是黑瞎子出仓了，在山上没找着啥吃的，下屯来找吃的了。哎呀，挺危险个事儿啊！终于解封了，赶紧走吧。这解封了，小鸟也过来给我道喜来了。车里捐个鸟，在那飞，自己飞出去吧，别扑腾了。你扑腾啥？我上这边吓他一下，他怎么进来的？出去吧。哎，第一件事就去镇里加油去。看我这油表，估计啊能刚够跑到镇里。刚解封，加油都排队呀，都是来加油的。这边还有，油加完了，加个油跟打仗似的，太贵了，八块七一箱。哎呦我，咱们封道之前好像骑回八老多车，这是刚要涨点，隔离了一个月，现在八块七，涨了一块，那也得加，也得跑，也得用啊。这解封了，我们就开始动工了。今天上砖厂来买点砖，买点空心砖，空心砖造价低，然后还隔音。暂时先装一百块吧，都装了拉不下，太沉了，电轱辘都快瘪了，怕上坡不好上，一会儿再来一趟，还有水泥啥没拉。先把这车卸了，一会儿还得去拉一车。这车不够啊，又来了一车砖，又买了点水管，上这嘎装水泥来了。现在水泥价格疯涨，去年一袋二十多，今年现在一袋43了，等着卸车呢。烟雾缭绕，冒烟咕咚的，哇，灰好大。第二车砖马上卸完了，拉完了砖又拉了一车沙子，把它卸下来。这个是河沙，做灰了。这个是河沙，那是旱沙。在农村有这么一个小车，还是挺给力的。所有的材料都自己买自己拉。我们是在这镇里及下辖的所有村落，从隔离到现在一直处于零增长的状态。再有一点，我们这边马上要开始清冷了，如果说再不解封，我们这边地都封不了。我们这边现在呢开始陆续解封，但是市里想要过来还是过不来。今天解封之后下去一件事，就先把油加了。加油之后家里我这个又会跑了，8.7一升，水泥涨到43一袋。基本上所有的物资都在涨价，怎么办？化肥、蔬菜、水果。今天下去一趟，把我们所有的开始准备的物资都准备齐全，下一步我们准备开始正式动工了。